好，现在呢正好是香港大学的假期，很多企业里面都会聘请一些 intern， 也就是实习生，就是暑期这个打工的学生。那在不同的企业里面呢，就有不同的文化，而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企业里面，又会有怎么样的文化呢？现在我想有很多大学生他们都有机会可能被委派到其他的国家去交流，在不同的国家的企业里面担任实习生。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有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在不同的国家里面，不同的企业又会有怎么样的这个文化跟不同的习惯呢？那我们来看看。最近呢，我就在一个专栏里面就看到了内地，也就是中国，有一个名牌学校的大学生，他写了一封信去给一个专栏里面，就提出了他在假期里面担任实习生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他觉得呢，他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工作上，而是怎么样跟那些企业里面的同事相处。特别是每逢到了午餐的时间，他就非常的懊恼，因为没有人跟他一起吃饭。于是呢，他就很主动的去约别的同事吃饭啊。那过了几天之后，他就主动约了一位姐姐跟他一块儿吃饭。他以为哎，从此以后就解决了问题了，怎么知道呢？他发现之后的几天啊，这位同事姐姐并不想跟他吃饭。这位实习生就很懊恼了，他就觉得他很迷惑，他认为在职场里面就真的只有工作关系了吗？即使是面对着没有竞争的实习生，大家也不可能成为朋友吗？他就把他的心声呢就寄到这个专栏里面去了。那这个专栏的这位主持人呢，他就是刚好一位企业里面的工作人员，他就表达了他的看法，对实习生在企业里面的这怎么生存呢有他的看法。他就非常的惊讶，他觉得哎，原来每当在他吃饭的时候，原来啊在午餐时间是那些实习生呢会在那边很苦恼的，哎，怎么没有人去约他们吃饭。这位这个专栏的主持人啊，他就认为我又不是你的男朋友，为什么你会对我有这样的要求呢？好，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来看看不同的国家、不同企业里面的职员他们是怎么看待实习生的。这位专栏的主持人呢，他就想讲讲他对实习生有些什么期望。他认为第一就是不惹事，他就认为比如说不要暗地里埋怨别人不找他吃饭啊，他觉得实习生不应该埋怨没有人跟他一起吃饭，他觉得还没有等着你帮上忙呢，你就已经先落下一身的不是，这样的实习生谁想要啊？他觉得实习生不应该去要求谁陪你吃饭这样子的事情。第二，他觉得呢，实习生应该愿意做事，就是主动问别人需不需要帮忙。帮什么忙呢？这个令我非常的惊讶。他提到说，特别是问其他同事要不要打帮忙电话订餐。他觉得呢，最惹大家喜爱的实习生呢，就是主动的帮其他的同事订午餐、订餐。啊，这是内地的哈，就是中国的企业里面的一些职员，他们对实习生的看法哈。然后第三，他觉得实习生呢要会做事，怎么样才会做事呢？就首先你不埋怨，第二你愿意做事，要在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呢，大家才愿意给事情你做哈，大家才会让给你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来做。然后他就提到，实习生，你在一间企业里面呢，你是要怎么样提出你的帮忙，而不是要不断的要求帮忙和要求啊。这位企业人士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实习生是要来帮忙的，不是来提要求的。比如说别人为什么不提出和我吃饭呢？这是要求啊，他应该说哎，需要我帮你订餐吗？这是帮忙。需要我帮你订餐吗？这是帮忙。然后呢如果你提出要了解企业，我想了解企业的工作流程，这是什么？这是要求。好，而你应该说哎，需要我帮你复印吗？复印就是 photocopy 影印，需要我帮你复印吗？很主动的去问啊，这是帮忙。还有，你不应该说，
同事，难道我和你不能成为朋友吗？你这样子是要求。你应该怎么样呢？你应该说啊，你需要加班啊，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的吗？这是帮忙。哇，所以呢，这一篇专栏就让我们知道，原来内地的企业里面呢，一些员工到底是对实习生啊有怎么样子的要求的哈。所以大家不要主动就觉得大家是理所当然的，应该是对你做出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在那些企业的员工的眼中呢，那可能会觉得你提出太多的要求了，你提出太多的要求，而你应该呢是凡事主动的帮忙。还有他提到一件令我觉得晴天霹雳、五雷轰顶、五体投地的事。他说呢，不要叫别人姐姐。就刚才那位大学生啊，他提到说在公司里面呢想找一位姐姐一起吃饭，姐姐这两个字原来也得罪人哦。这位员工呢，他说只有同事和在公司里面呢只有同事和上下级，公司里面的实习生呢只是给员工找助手，顺便呢是带年轻人接触社会的机会，而不是招来一群弟弟妹妹呢来让员工培养爱心的。哇，是不是让大家非常的这个惊讶呢？原来内地的员工他们可能跟香港一般人对待实习生的心态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公司里面有实习生，我们大家都会非常主动的去关心他们，或者是希望能够让他们如何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企业的运作，希望他们能够有所收获、有所学习。可是内地的员工啊、职员呢，可能对实习生的看法又是另一回事了，觉得他们呢只是助手。原来他们在公司里面最大的功用是什么？就是帮员工订餐啊。天啊，这倒是非常的这个令我惊讶的一个发现。好，今天又怎么星期六就着这个话题，我们来学些普通话。实习生 intern 就是在香港的一般人都会说是 intern， 也就是实习生，实习生。好，在香港的企业文化里面呢，有一种文化就是叫做买堆。买堆，买堆是什么呢？就是在普通话里面是小圈子，小圈子啊。在很多企业里面呢，很多人喜欢买堆，很喜欢搞小圈子，搞小圈子啊。就如果你不搞小圈子呢，就很难生存了哈。这是很多人的这个哲理哈。这个，但是我并不认同，就是买堆，小圈子。还有广东话里面呢，在企业里面有一个说法是马蜂。马蜂，什么是马蜂呢？马房，其实呢就是指派系，派系哈，在一间大企业里面呢，可能就分门别派，分了很多不同的派系，那就是马蜂哈，有不同的马蜂啊。还有马蜂就有马仔了，咩系马仔？什么是马仔？马仔呢就是手下，就你一个派系里面呢，那这个你是手下，或者是跟班，跟班啊，这个马蜂马仔哈。真的是，这可能是又会令其他地方的人觉得很惊讶的一些企业里面的用字。还有在香港里面呢，我们会说有这个黄马褂，黄马褂，黄马褂，黄马褂呢也就是皇亲国戚，皇亲国戚。比如说呢，一些企业里面他们喜欢请些什么人呢？请一些就是这个老板啊会请他的一些亲戚进来担任不同的职位哈，请的都是亲戚，这个叔叔啊、阿姨啊、姨妈、姑姐啊、哈表弟啊、堂弟啊，什么都有的那种，就叫黄马褂，皇亲国戚。好，如果你在企业里面买堆，买堆的话呢，会有怎么样可能的这个结果呢？万一啊，你买对的那位老板啊，有什么行差踏错哈、啊？有什么行差踏错呢？就会树倒猢狲散，树倒猢狲散哈、啊。这个树倒下了，那下面的那些马仔呀、跟班啊，也就全部散开了，就叫树倒猢狲散。所以呢，在一间企业里面啊，很多人宁愿选择做独立人士，独立人士，或者是保持中立，保持中立，中立人士，独立人士，也就是所谓的 lone ranger， lone ranger 就是喜欢独来独往。好啦，
那今天就给他讲到这里，看看大家在不同的企业里面，在你们自己的公司里面，你们是宁愿选择做一个这个买堆的人呢，还是想要做这个独立人士啦。 OK， 好，下个星期再见。